今天找了个大哥，好嘞，谢谢。忙，怎么样？大嫂吧。大嫂，怎么？怎么说？我下夜跑了嘛。向你争取眼前啊，过一段时间过来叫排队了啊。辣椒。过段时间你哥就别想要，这老板我经常找过来给你。你看人家现在生意火成什么地步？ 他想学习美食吧，中国的美食，这种地方文化美食，带到韩国去，知道吧？他主要是跟我学东西，他要的就是带到，把这种中国地方美食带到韩国。啊？为什么？他。
上电视，我是不可能的，只是一个自己爱好拍摄的人朋友。加个床是吧？11块钱，送你一片豆干啊。也是吧，都是都是，只要是车上的二维码，我靠，老板就差脸上没贴了。我说两个我贴一个，你再说这个是不是？只要是老板车上的都是，就算扫到别人车上也关你跟你没关系。快递到账，11元。你看这声音多响亮。加什么米？看看啊，
九块。要什么饼？快点不要辣椒。三块全饼啊。冠名冠名。还有你还有鸡蛋，快点哈。来一个加五块的。再来看一下。四块。这是甜品吗？这是甜品吗？来，甜。上一个加鸡蛋的，来甜品。吃甜。加一个灌饼。是。他们有鸡蛋的，还要加一个吗？我来点两个，我先去收尾。
看咸鱼的油，看看来。嗯，七块加五块五，大菜五，小菜五。